我一生罪孽，我怕我死后难以面对我娘，所以我想你请准包大人到妻下观，请元凶道长嚟为我做一场法事，稍减罪孽。待我死咗之后，重遇我娘，佢亦都唔会太难过。 次日分两次服药，早晚各药。花老夫人定当药到毒疮，好咗好多啦。老夫人，你再多服一剂药，咁你体内嘅毒。 就可以完全消除噶啦！蔡姑娘讲得冇错，只要老夫人体内知道一除，我哋就有更多嘅时间去研究如何医治老夫人嘅肝病。嗯，咁就好啦。大人，江正图佢已经将解药交出，帮老夫人消除体内嘅毒，嚟以表诚意。况且佢而家身处牢笼。 离死期亦都不远，亦都做唔出啲乜嘢。大人，你就当可怜佢，准佢请个道士翻嚟做一场法事啦。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唔通喺短短数日之内，江正图将会由一个十恶不赦之徒改过向善不赦？山大。 如果嗰个江正图不知悔改，心存有诈，咁当然系唔应该冒险。如果佢已经悔改，点解唔成全佢呢？公孙先生以为如何？回大人，学生亦好难相信江正图有改过之意。不过，只要加强大牢嘅戒备，设坛作法，并冇大碍。 好啦，多谢大人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 你真系帮朕揾到延年益寿嘅方法。冇错，呢位系贫道嘅朋友，佢一向与贫道共同参悟延年益寿之法。听闻最近
佢已有所成。可惜，可惜咩？可惜佢新野官妃將會被開封府包大人處死。包卿家，皇上，我嗰位朋友或者真系犯有重罪，不过延年益寿之法对皇上好有益处。皇上健康，国家自然富强。不如咁，皇上先行下旨，暂缓此人死罪，等贫道将佢带回。全皇上健康之道，然后再将佢交回包大人发落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开闸！包大人，包大人，我上一说话，你同我发仔蔡可以讲，求你恩准。连你尚有悔意，佩服准你与蔡可儿稍言片刻。谢大人，可儿，我知我有悔于你，不敢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他日你能够遇到合适嘅人。可以过幸福的生活。日后如果我有机会能够轮回托世的话，不论做猴做马，我都会回来你身边保护你，以赎我今世之罪。当正途多言无益，只有徒增伤感。将江正途押回闸口。是，是。大人，徐大人，大人开恩啊！大人，求大人开恩，求大人开恩啊！我上有说话要讲啊。江正途日再拖延，又有何用？刀下留人。指導包拯接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特令赦江正途死罪，即日入宫面圣，钦此。仲谢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辛苦你，刚才我仲怕你离迟半步，我就会成为闸刀下之亡魂。包大人，江正途嘅罪大恶极，绝不能赦啊！你系咩人？竟然喺度胡言乱语。系呢个江正途，佢害死我爹，害到我不仁不轨，佢杀死苏华，仲有五福下大我三条人命啊！可以，你我都总算夫妻一场，如今连皇上都下旨要赦免我，你应该替我高兴至系。讲起上嚟，你亦都系我嘅救命恩。如果唔系你答应我，替我请元空道长到嚟，连国师亦都唔会千里迢迢替我奔走一场。呢一番恩情，我睇我江正途今生今世都无以为报。包大人，民妇有一事相询，请讲。江正途该不该责？该责。咁江正途又该不该赦啊？包大人，唔通你会讲个不字？可以，包大人系唔会讲个不字，你何必要苦苦相逼？若果包大人讲个不字嘅话，就会变成欺君犯上。包大人，既然你唔能够责我，我亦都无谓浪费时间，我要走，后会无期。
国师，我哋起行。我知道。国师突然间有所动作，全无知会，展超身负开封府安全责任，当然要阻止你啦。八弟，你竟然纵容下属公然逆旨，你唔好含冤喷人。包大人根本就冇逆旨。冇错，逆旨嘅系我，系我亲手将江正图推入宅督里边，呢度所有人都睇见，此事与包大人无关。无关？呢度系咩地方？你要炸江正头，呢度任何一个都可以阻止。我话呢度仲有名满天下嘅展无畏，就算开封府四大侍卫，任何一个都有能力上前阻止你。你哋今日故意炸死江正头，就系逆旨。包大人，本国师讲得啱。你哋开封府嘅人竟然够胆逆旨而行，包弟，我哋要睇下你点样向皇上交代。大人，大人，卑职刚才集在集都追究，都系卑职故意冇阻止蔡可儿入江正图嘅，请大人降罪。大人，卑职刚才喺江正图身边，如果肯出手嘅，一定可以救到佢，系卑职故意嘅，请大人治罪。大人。卑职刚才出手阻止国师救人，卑职有罪，请大人降罪卑职。大人，等不必争相认罪。江正图分明是被蔡可儿手刃亲仇，与尔等无关。包大人，你讲得几轻松。江正图是皇上要见的人，而家竟然死于众目睽睽之下，唔通？就俾你咁几句说话就过咗去。不敢有劳国师操心，此事本府自有主张。包大人，如果你聪明嘅话，不如而家就集咗呢个白虎贵人，编组一组，带齐开封府人马一齐赴京请罪。皇师，公堂之上岂容旁人席位？堂下听判。江正图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。蔡可儿报仇心切，亲自执法，其情可悯，其刑可恕。皇上虽责心仁厚，但江正图难免一死，责在本府，与他人无尤。如今。本府判阿蔡可儿无罪，当堂释放蔡可儿，此案已了，你离去吧。大人，可儿岂不是连累咗你？本府断案自有主张，还不退下。包大人，你为官清正，不畏强权。如果唔系大人你。民府今生都不得再见天日，难忘水难河清。大人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民妇来生再报。竟然放走砸死江正头的元凶，你打算怎样向皇上交代？
何事不必替本府担心，明日一早本府就会进宫面圣，向皇上说明一切。好，你哋唔使争住皇上，开封府里面冇一个人可以脱得罪名。告辞。嫂娘，嫂娘想将老家的祠堂重新收葺下，难得嫂娘设想周到。不过，三弟放心，嫂娘仲有啲积蓄，够用啦。有劳嫂娘。你记得老家祠堂门口的棵槐树吗？当然记得。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就是爬那棵树，跌过几次下来你都一样要爬上去。当时你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三弟是说，
爬得越高，睇得越远，爬到顶就乜嘢都睇清楚晒。冇错，乜嘢都睇清楚晒。唔通三弟仲睇唔清生死咩？三弟受教，即使你我都唔喺人世，祠堂前嗰棵槐树都一样会越长越高，令包家嘅子孙越嚟越能够睇清楚一切，睇清楚自己应该走。臣包请。臣燕少伦叩见皇上，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两位卿家平身，谢万岁。两位卿家嚟见朕，有咩事？微臣特来向皇上请罪。咁系咩事？微臣有负皇上所托，未能阻止包大人摘江正图，请皇上降罪。包卿家，到底系咩事？微臣请皇上降罪。包卿家，朕咪已经下咗旨，叫你赦咗江正图嘅死罪咯。臣知道。你既然知道朕已经下旨啦，咁你又袭杀咗江正图，你系咪故意抗旨啊？臣不敢，只因当时事出突然，微臣不及阻止。事出突然，回皇上，那江正图之妻蔡可儿闻听江正图被赦死罪，一时气愤，然后江正图纠缠起嚟，并乘机将那江正图斩咗。微臣需要阻止，却为时已迟。朝巴卿家咁讲，故意抗旨嘅系嗰个刁妇蔡可儿，而唔系包卿家。微臣未及阻止，依然有罪。皇上，微臣认为包大人是故意为之，被蔡可儿杀死江正图。燕卿家，你又何出此言呢？那日在公堂之上，微臣本来可以上前救江神医的，但是展护卫竟然阻止我，而且当时开封府四大侍卫全部企喺铡刀旁边，如果佢哋要阻止蔡可儿杀死江正图，易如反掌。因此，微臣认为包大人系故意纵容下属。包卿家，以卿家所言是否属实？回皇上，确实如此。包请，你好大胆，竟然敢违抗朕嘅圣旨。我知道欺君犯上视为死罪，你仲有咩说话讲？回皇上，江正图十恶不赦，为谋财害命，先杀五福楼一家三口，为掩饰罪行，再杀同乡苏华，为咗七星飞针、施恶掌、毒发妻，佢嘅所作所为，天地难容，如何能赦？朕敬重佢系个医术高明嘅神医，系我大宋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所以下次赦他。朕并不知道他犯的罪咁重。燕卿家，你当时为什么不向朕讲清楚江正图的罪行如此严重？微臣以为最重要的是他的举世无双的医术，他能够令皇上增福添寿，即使害了几条人命，相对之下功过相抵。唔通皇上的万寿无疆竟然重要不过几条蚁民的性命？皇上，估不到皇上一番怜才之心，
竟然被包大人说成是纵容罪犯。包应格，照你刚才所言，朕赦免江正同的罪是赦错了吗？恕微臣直言，臣以为确实如此。照你所说，朕的生命还比不上几个子民呢？皇上，彭老夫子有云，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。大胆包拯，你竟然敢将平民百姓凌驾于朕的头上？皇上请息怒，皇上乃有道明君，当知我家之兴亡系于民心之向背。民心存则社稷存，民心亡则社稷亡。皇上，就算江正图该责，但是包大人纵容下属抗旨，于法不合，臣认为朕相信包显家不会全心抗旨。虽然当时展护卫和其他的护卫亦都守在闸刀之旁，但是相信蔡可儿推江正图落闸刀只是顷刻之间的事，就算包显家出言阻止亦都太迟。这件事就此作罢。蔡可儿公然抗旨即是违法，应该立即将他拘捕，治他以抗旨治罪。应卿家亦都言之有理。包卿家，朕可以不追究你抗旨之罪，但是你亦都一定要缉捕蔡可儿归案。回皇上，微臣不能缉捕蔡可儿。为什么？微臣不能枉杀无辜。哼，他公然抗旨竟然可以说是无辜吗？皇上，那蔡可儿虽然公然抗旨论罪当绝，然而他情有可原。岂有此理，朕要赦江正图，你说他恶贯满盈，现在朕要追捕蔡可儿，你又问他情有可原？包拯，你咪全身同朕作对。微臣不敢。包拯，朕再问你一次，你愿唔愿意捉拿蔡可儿归案，治佢抗旨之罪？请皇上降罪。我帮你挂几根菜，皇公。我唔系妖怪，我系人啊，我要见皇上。你是人，你要见皇上，你咩人见皇上啊？我求下你唔好阻拦我啦，我要急于见皇上啊！唔得，唔得啊！停手！系，女丞相。哼，何方妖怪，竟敢咁乱闯皇宫？文夫是人，唔系妖怪。文夫想见皇上啊！皇上是九五之尊，岂容你要见就见啊？颈上的玉坠是我送给蔡神医之物，为什么会在你手中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个玉坠是家父传给我的。你叫做什么名字？文父姓蔡，名可儿。你就是蔡可儿？哎，起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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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儿，你记不记得我是吕丞相啊，吕儿简丞相啊？你小个的时候，我曾经见过你。你阿爹是我救命恩人，如果唔系得佢医治我顽疾，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究竟有咩冤情，即管同我讲，我一定会同你作主。多谢吕丞相，此事关系开封府包大人，求吕丞相你带我接见皇上，否则迟咗，我惊连累包大人。好，我即刻带你入宫面圣。多谢吕丞相。臣吕儿简参见皇上，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吕丞相平身。谢皇上。包兴达，你亦都平身。谢皇上。不知吕丞相突然来见朕，有何要事？启禀皇上，臣要为皇上引见一人。
引煙何人？臣要為皇上引見一個神醫的後人。乜江正圖已經有了後嗣了嗎？臣所說的當世神醫並不是江正圖，是人稱九子神醫的蔡鑑荃。蔡鑑荃這個名字都很熟悉的。沒錯，蔡鑑荃乃是江正圖的外父，而江正圖的醫術正是師承於他。蔡鑑荃的後人莫非就是襲殺江正圖的蔡可兒？啟禀皇上，正是。好，朕亦都想見下這個公然違抗朕聖旨的婦人究竟是怎樣。遵旨，傳蔡可兒。全蔡可兒。民婦蔡可兒叩見皇上，叫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你可是江正圖的妻子蔡可兒？民婦正是。按照江正圖襲殺的亦是你呢？正是。哼，大膽刁婦，竟然公然違抗朕的聖旨，你何知道這個是死罪？民婦自知死罪難饒，民婦此番前來是要向皇上赴京請罪，襲殺江正圖的事乃民婦一人所為，絕對與包大人無關。倘若此事牽連包大人的話，民婦雖死亦不足補救。江正圖的恩將仇報，他逼死我爹，摧毀我的一生，能夠親眼看見他死在賊刀之下，民婦亦再沒有任何的牽掛。可兒，可兒。你包大人何官？可兒，你何苦呢？为什么傻？你的命真是苦啊。都是自杀，他的头发。老夫人，可兒姑娘毒血流尽，毒素尽除，所以头发才至会转成黑色。原来可兒是一个咁靓的姑娘，只可惜可兒。可以再陪伴在你的左右，但是可以最放不低的就是娘亲你的肝病。在这几天我不停地在想，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医好你。后来我突然想起阿爹以前常跟我说，天下之医道离不开对症下药四个字。可以终于悟出一个方法
就是可以一死以换娘亲的生机。娘亲，你记住将可儿死后的肝在十二个时辰之内用以入药，以毒攻毒，以肝治肝。娘亲，可儿今世不能够再侍奉在你身边，只希望来生结草含环，再报答娘亲你和包大人的大恩大德。可儿拜别。真系估唔到蔡姑娘到死嘅时候都仲挂住老夫人嘅病，真系令人敬佩。既然可儿姑娘有咁嘅宏愿，公孙先生，我哋立刻取其肝脏做药救老夫人。冇，唔好掂佢。可儿呢个女仔咁善良。但你条命就咁苦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唔能够攞佢个肝嚟医我个病。就算我因为咁而病死，我都唔忍心见到佢尸骨不全啊！老夫人，唔使劝我，而其令我终生为咗内疚而活。不如俾我平平静静咁去啦。老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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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孙先生，大人，老夫人嘅爱心，可儿姑娘嘅孝心，的确系令人钦佩。只不过，可儿姑娘嘅一番美意。只怕要白费啦。此话何解？喺药理嚟讲，以毒攻毒，以肝治肝，的确系医治老夫人肝病嘅最佳良方。只系如今嘅可儿，头发转为黑色，体内嘅毒素尽除，佢嘅肝已经失去作为药引嘅功效。同埋爹曾经做夫人群，所以而家佢委派我做九华山嘅药王，我过两日就要去嗰度噶啦。九华山药王，善有善报，可以，你终于都苦尽甘来啦。娘亲，点解你唔听我说话，攞我肝嚟入药？你我情同母女，我点忍心要你死后尸骨不全呢？人死如灯灭，嗰啲只不过系我在世时候嘅一个臭皮囊啫嘛。你又唔需要执着喺一个冇用嘅躯壳身上噶，系咪？呢啲就系我哋前世修嚟嘅缘分，令我哋今世能够喺一齐，一齐踏上呢个冰冷嘅黄泉之路。你唔好咁讲啦，你嘅阳寿根本未尽，你身上嘅毒一定可以有方法可以医得好噶。
我而家唔可以同你讲清楚，但系过两日我就会去九华山嘅药王寺，你都一齐去啊！喺嗰度我可以话俾你听解救嘅方法噶，你记得啦，时间到，我要走。既然如此，我哋就去一次九华山啦。三弟，我谂系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嫂娘只不过系发咗一个梦啫嘛。老夫人，唔理系唔系梦，学生以为到九华山一趟都系值得嘅。大人。此处绝少人烟，都不失为一个清幽之地。唔通蔡可儿所讲嘅药王寺就喺呢度？但呢度根本冇寺院喎。三弟，嫂娘，我觉得可儿就喺呢度附近，或者你哋阳气太重。佢唔敢出嚟，你哋避一避啦。好啦，春桃，你喺度陪住老夫人，嫂娘多加小心。
泪不肯。